Hi everyone, welcome to Wasai Food.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've been to Chengdu. The first stop is local Hotpot. 你现在走米面，这家店很有特色，当地人吃的地方。The local people eat here. 哇，很棒哦，很有感觉。哇，很有感觉。哇，那个意外吃鸡烤肉。 那这个，对，这就是正宗的鸳鸯锅里面蒜跟小佐料，真的好棒，香菜蒜。 咸吗？不太咸，但是加一点就好。这个是炒过的盐，这个盐都是炒过的。这个是糖吧？味精。啊，味精，好加一点。嗯，那个是蚝油吗？蚝油。这个要求。对，反正按照正宗的口味来。照你们。 吃法，我们都不挑食，我们喜欢吃。香油是这样装的、哦？对，罐装的香油。好特别，但以为是喝的饮料。哇，好香。 那这还有那个香油是这样装的，他帮我们做正宗的这个酱料。不是，再来一个香油了，再来一个香油。嗯，还有芝麻酱、梅红豆盐、糖。啊，这个里面这是油是吗？对。太阳，这是邓毛肚。 这个就全部下红味了，这个煮出来也不高。薄猪肚吧，牛肚，牛肚。你说这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哦，鸭血，哇，好新鲜哦，第一次看到新鲜的。那个。肥肠，牛五花。 鸭血有个东西是能蒸锅，就是不能开，开的时候下去煮出来没那么久，鸭血慢慢煮越煮越嫩。嗯。对。那个黑的切片的，硬的吧？然后土豆，厚土豆，跟那个竹笋，还有一点这个，然后这个菜很特别。 这个菜很特别，这个叫牛百叶，牛百叶，就是你说那个，就是你说煮几秒就好了吗？不是，这个要煮一会儿，这个还是煮。然后毛肚它就煮七上八下。那妈妈的火龙呀！摆摆看。太阳。让你们体验一下真正的成都火锅，第一次来。 就要让你们吃猪粉，是这是第一次吃火锅，真的，第一次吃火锅，让你们吃一下正宗的火锅。关键观察一下这个毛肚，看它怎么样，卷的过后，再晚过两三秒熟，它定型了，现在就是卷，更熟了，再烫个两三秒。嗯，好，怎么？ 两三片白味的，像是辣的，是辣的味道。 Wednesday night, just hanging out, us two. Just got home and you.
tell me you're hungry, I go order Chinese. Wednesday night it's easy love. Okay, okay. Such a big love. 对，挺好的。对啊，这环境很棒。This is the Hotpot place that we have first in Chengdu. It's very nice. Let's put a picture of it.